女骑士机车才刚停好，下秒一旁黑车遭直行银车大力猛撞，整辆车被挤压往右撞过去，直行银车则是往右侧180度乌龟翻，四轮朝天残躺路中央。恐怖瞬间再看一次，直行银车不明原因高速横撞对向车道黑车，撞击力道之大，车体瞬间翻覆，车内驾驶及乘客全受伤送医。这架车要告诉你的，啊，一架哎，两车零件喷满屏东县新元乡延州路，车壳迷迷冒冒，肇事原因警方还要查。另外惊险瞬间在北投大渡路，一辆机车行驶机车道突然往左飘，下秒整辆车猛撞分隔道，高速弹起近一层楼高，连人带车重摔疯狂翻滚三圈，擦出大量火花，目击驾驶吓坏了，惊吓报警。我刚刚开车的时候他自己撞上来，到前面撞，对啊，有没有救护车啊？机车瞬间骑上分隔道，人车喷飞重摔倒地，47岁的邱姓男子躺卧血泊当中，紧急送医仍在命危抢救当中。疑似晃神没注意撞车的还有这名公车司机，行经南港路一段时，竟一路撞撞撞，砰砰砰砰砰，撞倒路边8台机车，一辆辆就像骨牌东倒西歪。驾驶没有酒驾，疑似是晃神，距离没抓准，未注意车前状况酿祸，所幸无人受伤。但这一撞撞8台机车，恐怕赔不少。记者姚丽强、彩珊采访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